穿到虐文的第二十年，我才知道我的夫君苏木是重生的。穿来后的每一次相遇都出自他的精心算计。因为在前世同样的时空，我多次陷害女主，甚至娶我也是苏木为了防止我嫁给男主，以便成全男女主在一起。只因原身是万恶不赦的恶毒女配，是男女主幸福路上的拦路石，可那并不是我。我与女主成了无话不说的闺中密友，对男主避而远之，最后嫁给了文中最深情的男二。但前面都是真的，最后却只是我自以为苏木深情，可我却忘了他立深情的对象并不是我。直到我在御书房看到苏木的日志，上面记录了他前世今生事情的全经过。皇后娘娘，将军夫人来寻您了，让他进来。我夫君今日去城外寻访营，我一人在府中太过无聊，便来寻你玩了。这便是苏木最爱的女人江南希，将军的夫人，也是原文的女主。这时苏木好巧不巧地赶到，他站在我身边，又礼貌地冲一旁的江南希打声招呼，随即吩咐一旁的丫鬟将盒子打开。朕知道你怕热，所以今日特意吩咐御膳房做了这解暑的饮品。说完他又看向江南希，你也一同尝一尝，看合不合口味。皇上真是爱妻成狂，这些年让我也跟着沾了不少光。这句话瞬间让我脑海中浮现了更多细节。每次江南希找我，苏木总是及时赶到，给我送什么新鲜玩意都是挑他在的时候，东西也总是备两份，若是有时他不在，还会装作无意的提醒，让我给他也送一份去。如若不是我今日看了那些日志，我便真信了苏木爱我成痴。我本是快穿的员工，专门修改那些被读者痛骂的虐文，来帮助真正的男女主在一起。原本在男女主幸福的成亲后，我也能功成身退回到现实，唯一的意外是我爱上了书中的深情男配，还跟他成了亲。婉儿，苏木的呼唤打断我的思绪。怎么不吃？昨夜没休息好。我以为是因为我的出现才改变了原本的剧情，所以苏木才会爱上我，原来是我错了。那我今日来的不巧，皇后娘娘你好好休息。江南希刚站起身，突然毫无征兆倒下去，苏木瞳孔紧缩，猛地起身，快快去叫太医。我的心一紧，也站了起来，他却冷着眼眸将侍卫的长剑贴住我的脖梗。是不是你做的？贴着脉搏的剑身还在加重力道，肌肤被划破，鲜血顺着脖梗流入衣襟。我忍住痛意开口，不是臣妾。他放下了剑，可他的眼神中依旧满是怀疑，不准我靠近江南希半步。回皇上，将军夫人这是有喜了，天气炎热，加上又喝了些凉的，一时刺激，这才晕了过去。转瞬间苏木便恢复了温柔神色，仿佛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我的错觉。朕刚才误会你了。苏木走上前，抬手想要抚摸我的脖梗，我却下意识往旁边躲了躲。就在这时江南希醒了。我这是怎么了？你怀孕了？闻言江南希神情呆滞了几秒，不可置信地抚上自己的小腹。我要当娘亲了。我忙伸手护着她的肚子。当娘亲了该稳重些，可别再如以往那般活蹦乱跳。我察觉到苏木的目光，发现他的视线正死死停留在我那放在肚子上的手。我心中苦涩蔓延，相识那么多年，原来我在他心中竟如同洪水猛兽。江南希发现我脖子上的伤口，十分焦急地询问，你脖子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？本宫没事，别担心。话虽是这样说，但我的心早已如坠冰窟。本来我还留有一丝苏木会在日后相处中会爱上我的希望，这个想法刚才已经被扼杀在摇篮里了。可是，别可是了，你也赶快回家向将军报喜吧。江南希兴高采烈地离开后，苏木没有再说话。今日很多下人都看见他用剑伤我，想必明日就会流言传出，帝后的感情不似传闻中那般坚不可摧，反之摇摇欲坠。苏木伸手查探我的伤势，被我躲开了。今日臣妾身上有伤，不便为皇上准备晚膳了。我紧咬着唇，面上带着微笑，尽量不让他看出不对劲，又怕自己控制不住流泪。可等苏木离开的那一刻，我忍不住泪如雨下。其实晚膳早就准备好大半了，只因他一句今日想吃我亲手做的。我并不擅长厨艺，穿来前世穿来后也是，包括打理宫中上下大大小小的事物我都不擅长。只因苏木向先帝求娶，赐婚圣旨落下前夜，他翻墙入江府，给了我一张写着二人生辰的大红宝纸，题注是大吉，这是书中他为江南希所做的事。嫁给我好不好？那夜我以为自己从苏木双眸里看到了汹涌的爱意，直到今日我在日志里看到他写满了他和另一个人的生辰的红纸，原来那夜我看到的只是自己的虚妄。不一会儿苏木又来到我的宫里，手里还拿着药。朕来为你上药。那便劳烦皇上了。他动作温柔，可冰凉的药膏抹在伤口，
依旧带起一阵刺痛。皇上，你真的喜欢臣妾吗？苏木手一顿，随后勾起一抹笑。当然了。那这么多年，皇上为何不给臣妾一个孩子？你早些年不是伤了身子，朕不想你生孩子的时候太痛苦，等你调养好后，我们便也生一个属于我们的孩子。刚说完，我的贴身侍女端来一碗汤药。婉儿，喝药的时辰到了。我将汤药喝下，她才满意的起身。你好好休息，朕去太医那里寻一些药膏，尽量不让你的脖颈留疤。苏木刚走出去，我便看见床上躺着一个荷包，他一向贴身带着，从不离身，更是宝贝的很，谁都不让碰，当然也包括我。我立刻拿起来准备给他送过去。皇上真的一直打算让皇后娘娘服用那个汤药吗？太医说了，长久下去不仅对身体的伤害极大，更可能终身不孕。我僵在原地，苏木冰冷而漠然的声音响起。朕宁愿终生无子，也不愿让他生下朕的血脉。房外的对话还在继续，我强忍耐着痛意放轻脚步离开，还没走几步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。皇后娘娘您怎么了？小云是我的陪嫁丫鬟，对我忠心耿耿，若是她知道每日端给我的养生汤药其实是穿肠毒药，只怕会立即找一条白绫悬梁自尽。本宫没事，此事不许告诉皇上。小云愣了一下，但还是点头应下。我早早睡了，却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梦里苏木仍旧是如平常那般浅笑着，只是眉目尽是冷意，他用剑挑断了我的手脚，让我在痛苦和绝望中慢慢死去。我猛地从梦中惊醒，现实与梦中场景交织，正对上黑暗中苏木的双眼，我顿时彻底清醒。皇上您怎么来了？朕的荷包不见了，婉儿可有看见？那个荷包为什么对他这么重要？深夜不睡也要到此来找，而且荷包的做工并不精致，可以说是非常粗糙，也不像女子送的，书中也没有提起过，可他为什么如此宝贝在这里？当我拿出荷包时，他才松了一口气。婉儿刚才是做噩梦了吗？别怕，有朕在。说着苏木拿出一个掌心大小的白瓷瓶。这是西域进贡的膏药，抹上之后不会留疤。多谢皇上关心。朕听闻你晚膳也没用，今日是朕不好，你别怪朕了好不好？我突然闻到了熟悉的桂花香，是京城最有名一品楼的桂花糕和桂花酿。每次我与苏木闹得不开心，他都会用这些来哄我，因为他知道一品楼是我爱上他的地方。你看，这是朕特意出宫为你买的。言外之意就是他为了我，哪怕是宵禁他也甘愿付出一切，若是放在以前，恐怕我早就感动哭了。至于那日我为什么出现在一品楼，是因为我为了救江南希。书中他会在一品楼里误食迷药，险些失身，虽然没有失去清白，但他还是和男主产生误会。我假借与江南希交谈，暗中换掉了他的茶盏，而那头的苏木早已将房中的好色之徒赶走，正等待昏迷的江南希被送进来。可苏木没想到会是我进入了房间，我们四目对视时，他的眼中满是诧异。殿下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他赶忙恢复了笑容。自然是来寻你，我身边的侍卫告诉我一品楼出现好色之徒，你又在附近出现，我怕你有危险。可能是因为数几十年的穿梭中，我早已厌倦了孤单，而他又莫名的经常出现在我身边，我终究还是心动了。可到头来不还是我的一厢情愿，他舍身相救的人从来都不是我。其实我并不喜欢桂花糕，忘了告诉皇上，我也不是真正的江向晚。你不必说这些，你不是江向晚谁是江向晚？我顿时明白了，他以为我在怄气，说的都是气话。朕今日的确是一时冲动了，我们可是命定之缘，你也不要再说这些气话了。皇上你别再自欺欺人了好吗？从相识到现在，你一直告诉我们的相遇是命中注定，你为什么非要一次一次的骗我？骗我真的好玩吗？都到这个时候了别演了好吗？在我知道所有的真相后，我真的没办法再跟他在扮演琴瑟和鸣夫妻情深，我也没有他数十年如一日的演技。婉儿你到底怎么了？朕何时骗过你？你一向记性好，应该清楚前世。我并未出现在一品楼，可我却出现了。我也不是为了买桂花糕，其实我的目的跟皇上一样，都是为了救江南希。只是我没想到，那天我们都骗了彼此。那他今日昏迷，当真跟你没关系吗？苏木看着我，眸底的疑虑一直未散去。他直到现在还以为江南希的昏迷是我所为，我在他的心中只会伤害善良的女主。不知为何，此刻我的心一抽一抽的痛着。原来朝夕相对的夫妻之间也可以是没有一丝信任的。太医是皇上的人，你不相信我还不相信太医吗？你是看了御书房的日志才会这样的态度对朕吗？他的语气不是质问，也不是疑问，而是冰冷的杀意。是我看了，我也知道你喜欢江南希。他付出那样多也没换来江南希的回眸，
就如这一世一般，我倾尽所有也换不来他的半分真情，毕竟这本来就是书中写好的结局啊。你与江南希非亲非故，为什么要帮他？这只是我的任务，我的任务就是保护女主，让她和男主幸福的在一起。苏木听不懂什么是任务，但他似乎有点相信了。那你现在可有什么想问朕的？我问什么？问他这么多年有没有爱过我吗？脖子上的伤口不早就说明了这一切，若是我再问，那就是自取其辱了。我突然想起来男女主成亲的那晚，恰巧是上元佳节，快穿控制台问我，小双双，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脱离这个世界？当时我正与苏木在河边，我看着他小心翼翼地将写着我与他名字的河灯放入水中，一路守好这灯，务必让他平安流入洛河。是殿下。洛河一友，有情人总成眷属之称，我决定留在这个世界陪他到老，这样你之前任务的所有积分都会清零，为了一个男人值得吗？我紧紧牵着苏木的手，心中满是对未来的憧憬，从未如此坚定过。值得。我不管你了。没有，我只有一世相求。只要你没有害他的心思就好，从今往后你只需要安心做好一个皇后，你以后想要什么朕都会给你。皇上可否与我和离？苏木瞬间变了脸色。为何？我自嘲地笑了笑，难道让我告诉他，我嫁给他并非为了富贵权势，而是因为我真心喜欢他吗？而现在离开是因为我接受不了我的丈夫心里装着另一个女人。我不敢说出口，因为我不知道他会如何笑我，也算是我想在离开前给自己保留一点尊严。既然皇上已经知道我没有要害江南希的心思，就没有必要将我留在身边了。婉儿。苏木顿了顿，又换了一种称呼。皇后，你与朕之间可是父皇赐婚？言外之意就是这是先皇赐婚，若是和离，就是服了皇家的颜面。这话是提醒，也是威胁。那便寻个由头，病逝也好，无所出也好，我只想离开。和离之后你打算怎么办？你觉得流言蜚语会饶过你吗？皇后你太天真了，我们和离，江府不会留你在京城，无论你去哪都会遭人议论。你一个女子没了皇后和江府嫡女的身份，你该怎么生活下去？苏木像在教育一个正在闹脾气的孩子，他在绝大部分时候情绪都温和稳定，却也是如此漫不经心，句句是道理，字字不提感情，可能是因为他对我从来就没有感情吧。在百姓眼中，我与苏木是少年夫妻，恩爱和睦；在朝臣眼中，我是个称职的皇后，将后宫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言行举止也并未有过差错。帝后和离会引起许多猜测，更有可能会打破百姓眼中苏木身为皇帝的形象。你在这后宫没有任何忌惮，这还会像从前那般待你？还有比这更好的选择吗？是吗？皇上，你说了这么多，还没问过我真正的名字。你到底是谁？朕根本不在乎，朕需要的是一个称职的皇后，仅此而已。而且你若是走了，朕用什么借口去靠近南希？一切说破后，他竟连装都不装了，这句话更是一把利刃狠狠地刺入我的心脏。皇上的话我都明白了，我会做好一个皇后。苏木眼底闪过一丝惊讶，他没有想过我转变得如此之快。时候不早了，我也乏了，就不送皇上了。我已下了逐客令，比起前一句，似乎我这一句更让苏木猝不及防。苏木有些木讷地点点头，刚走几步又停了下来。除了爱，朕无法给你，倘若你需要个孩子傍身，朕也可以答应你。不必，我还要多谢皇上这么多年赐的药呢。苏木总感觉不对劲，却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，见我这么乖巧，以为我想通了，便也没有那么多心了。记得上药。不知道怎么了，身体越来越差，当我得知这一切，这种无力的感觉越来越强烈，我也该离开了。无论是回到现实还是出宫隐姓埋名，对我来说都是易如反掌，毕竟这么多年我不是白混的，难的是如何不让身边的人不受牵连。皇后娘娘，该喝药了。我喝了一口，发现汤药的味道变了，我让小云拿去查验，竟然是有利于生养的药方。我不管苏木给我喝什么，相反我还得谢谢他，这些年没有孩子，离开的时候牵挂便少一个。小云，你多大了？回娘娘，今年24了。有没有想过早点出宫？娘娘，不要奴婢了吗？我不过是觉得还有一年的时间，你就可以离宫了，既然如此，不如早点离开。可奴婢想一辈子留在娘娘身边。你被困在我这边这么久，也是时候去看看外面的天地了，听话。小云满眼通红，不舍得点点头。兄长得知昨天发生的事，立刻来到了皇宫质问苏木。我也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御书房。
当兄长看到我颈部的疤痕后，更加愤怒了。婉儿最怕疼了，皇上怎能拿剑伤她？你可知当年他为了你，每年冬日西处便失血入侵，如以蚀骨，请尽天下名医好生娇养了几年才痊愈。如今你竟又让他受伤。朕看你是糊涂了，朕对此事可一点印象没有，昨日只是朕误会了皇后，才误伤了她。你竟蠢到全然不知，那年废太子设计将你困于雪山，是他将你……够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我赶忙打断兄长的话，我的确在那天遇见了被追杀的苏木，他双眼中毒，暂时失明，但那日我并不是为了他上山，而是接收到通知，男女主之间出现了偏离剧情的虐点，我的任务是帮助他们走出雪林，不然剧情可能会直接变成双死。我给男女主留下了标记，暗中引导他们一条下山路，我并没有现身，不然我的出现无法解释。我选择另一条路时遇到了苏木，带着他离开不是一时，前有大雪后有追兵，他比我高大许多，扶着他下山时每一步都要深深踩入雪堆中，积雪莫息，寒气入骨。兄长口中每至寒冬复发的救急就是这样来的。一路上苏木因中毒身上高热不退，没有一刻是清醒的，当时我对此感到庆幸，原身一个贵女出现在远在京城千里之外的剿匪之地，任何借口在苏木面前都显得十分拙劣。再者我不想他对我有任何怀疑，现在告诉他这件事无疑是在自揭伤疤，这件事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，不知道兄长是怎么知道的。我的腿疾是我在雪地里贪玩时待久了落下的，当时只是怕兄长责罚才故意说谎。兄长不要再胡闹了，请皇上不要怪罪，兄长只是在意我才会这般冲动，若真要罚就罚我吧。苏木眉头紧皱，是不解还是厌恶我已经懒得去猜测了，见他没有要责怪的意思，我将兄长赶忙拉出了御书房。你刚才为什么要这么说？明明是你救了他，他非但不感激，还用剑伤你。之前我不问你，你真当我全然不知啊？兄长将我问得哑口无言，我只是觉得没必要告诉苏木罢了，更何况现在说出这件事不是好事。既然你不愿意说，我也不多说什么了。那你颈部的伤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皇上只是将我错认成了旁人，才误伤了我，兄长不必在意。你若过得不开心就同我说。话音未落我抱住了兄长。兄长以后切记别再这般冲动，毕竟你是臣子，他是皇帝，若当真有一日降罪下来，嫂嫂和我侄子侄女又该如何？按照书中的剧情，苏木已经开始瓦解兄长在朝中的势力了，我不能在临走之前让他们闹得不愉快。虽然他不是我的亲哥哥，但我穿来这么长时间一直是他在照顾我，我没办法置身事外。你今日怎么比我还啰嗦，像是我们兄妹再也见不到了。毕竟我如今是皇后嘛，总不方便见，所以才多嘱咐两句。我还以为你真的……兄长停顿了几秒，像是想到了什么。你兄长我啥都知道，这里的一切你放心就好，我会给你兜底。谢谢兄长，保重。兄长走的时候一步三回头，眼里含着泪花，但他始终保持着微笑，仿佛不想让我看到他的难过。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察觉到我不是他妹妹的，但他依旧对我如初，这份真情我会铭记在心。夜晚苏木来到我的房间，拿出了那个荷包，我没想到里面还包裹着另一个荷包。我记得这个荷包是江南希送我的，后来不知我掉在哪里了。这是当年带朕下山的人所留下来的，为何要骗朕？那这个人肯定不是我呀。皇后真的当朕是傻子吗？朕已经问过南希了，你们曾交换过荷包，恰好就是朕被困在雪山的那年。原来他以为当年救他的人是江南希，所以才把这个荷包用另一个荷包保护着。他现在这么生气跑来质问我，是因为他保护了这么久的荷包是我的吗？那一年的剧情中，江南希会在外被毒蛇咬，我以交换荷包为由给他的荷包中放了驱蛇虫的药材。既然话讲到这个份上了，当时我确实去了山上，我本意只是想救江南希，碰巧撞见了皇上罢了。此事你从来都没有跟朕说过，直至今日你还是不肯承认。因为我觉得没必要了，也没有意义，难不成我说出此事皇上就会回心转意啊？我还是有自知之明，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自取其辱。皇后，朕不是那个意思，朕只是想问。苏木的话戛然而止，他不知道应该对我说些什么。皇后，你已经很久没有在朕面前自称臣妾了。忘了，多谢皇上提醒。那皇上今日是来问罪的吗？如果想处置臣妾，大可随便安一个罪名，何必如此？朕从未想过处置你，朕只是想跟你恢复到以前的模样。皇后，那天你问朕为什么没有问你真正的名字，因为朕从前觉得那些都不重要，但今日知事后，朕想知道关于你的一切，皇后真正的名字和生辰喜好，还有皇后到这里之前生活过的地方。苏木一口气说了这么多，
语气郑重且认真，但我内心却没有半点感动了。他的转变只是因为知道了我是他的救命恩人，是之前误会我所感到愧疚，这些都不重要了。就在他来之前，我联系到总部，他告诉我任务只剩下最后一个情节，结束后我就可以安全离开。是吗？臣妾也忘了之前叫什么名字了，喜欢什么东西啊？你就当臣妾喜欢桂花糕吧。朕知道之前伤了你，但现在朕也只是想弥补你，你不要这样对朕好不好？朕心里真的很难受，难道我们一辈子都要这般吗？皇上如果嫌对着臣妾生闷无趣，臣妾会从世家女子中挑选一些。够了，朕知道你心里还有气，那朕明日再来看你。之前有许多大臣举荐许多貌美的女子进宫，但都被苏木拒绝了，当时我还为此感到庆幸，觉得自己赌对了。第二日一早，苏木差人送来了他的日志，跟先前我发现的时候一样，里头夹着写满了他与江南西的生辰的大红宝纸。皇上的意思是这些东西任凭皇后娘娘处置。小云，将它扔到狗窝。皇后娘娘，怎么了？皇上不是让我处理吗？他当真这么做？回皇上，以属下看，皇后娘娘这是真的生气了，您那样做换做谁都会接受不了。难哄了。苏木开始频繁出入我的房间，他也不做什么，就是跟我待在一处，奏折也不在御书房批阅了，每日差人搬到这里，一日三餐也在这里用。这些日子苏木是极好说话的，我说让小云提早一年出宫，他允了。我希望兄长日后能回到祖宅安稳度日，他也允了，还赐了兄长一块免死金牌。但苏木也并非事事答应，例如我出宫，从前他允许我自由出入宫门，但从我说要和离那天，宫门不再为我敞开，殿外的守卫也比从前多了，他是想将我永远锁在这里，用宫门困住我的后半生。可苏木却忘了，我想走不是只有这一种办法。近期苏木更是给我送了许多东西，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他在讨好我。今天苏木恰好没来用膳，说是被前太子的事绊住了，我难得清闲，便去了上宫局。刚才接到上面的提醒，今日江南西会被掳走，同时幕后之人也会派人掳走我，而我需要来到上宫局，确保自己跟江南西待在一起，才能有机会救他。果然，在我到了上宫局后，一位面生的宫娥给我端过来一杯茶，我正准备假装喝下那杯茶时，崔上宫来了。谁让你擅作主张给娘娘泡茶的？娘娘喝不惯龙井，少自作聪明，还不快滚。只见那宫女灰溜溜地离开，我本想叫住他，但又怕打草惊蛇，只能等应付完崔上宫再说。崔上宫笑眯眯地递给我一杯茶水，我喝下之后立即感觉到了头晕目眩。崔上宫也变了一副嘴脸，不同以往的恭维，而是猎人看着猎物的笑容。原来刚才那名宫娥只是用来转移我的注意力，但书中并未提到崔上宫这个角色，还没问出口就闭上了双眼。在睁眼时不知道身在何处，身旁的江南西满脸焦急。招待不周，还请皇后娘娘和将军夫人谅解，前太子请我们到这里，又怎能说是招待不周呢？我记得书中结局前，江南西是被前太子掳走，因苏木登上了皇位，他不甘心，暗中招兵买马试图造反，而我的出现改变了前太子的想法，所以才有了崔上宫这个细作出现。上一世苏木虽然也登上皇位，但步步艰辛，娶了我之后有了兄长的支持，很快就把前太子斗下去了。果然什么事都瞒不过皇后娘娘，这件事跟江南西没关系，放了他。不，皇上在乎的是我，你将他抓来根本没用。看来江南西已经猜到了抓我们来的目的，故意这样说是想将崔上宫的目标转移他身上。如果皇上不在乎他，我何必大费周章将他绑来？你说到时候让他只能选一个活下去，他会选谁活？一个是皇后，一个是将军夫人，你说皇上和将军会不会因为你们二人一生一死而君臣反目呢？我原以为前太子抓我们来是为了逼苏木退位，毕竟上一世是这样的流程，这一世竟然是这个目的，非要上演这狗血的二选一戏码。那只怕你这如意算盘打错了，无论是将军还是苏木爱的都不是我，所以他们都会选我死。你在说什么？江南西你就别装了，那天你应该猜到我颈部的伤口是怎么来的，苏木爱的一直是你，因你昏迷他怀疑是我做的，就拿剑伤我。这短短的几句话却让江南西双眼也含满泪水。你知道吗？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副装委屈、装无辜的样子，让我反胃。要杀就杀江南西，我就是想让苏木每天都活在痛苦中。崔上宫没有说话，离开了房间。我知道他在宫中知道的消息不少，加上我刚才的话，他应该信了。我早在袖口准备了匕首。
你信我，我从未对皇上动情。这个我自然清楚，一直以来都是苏木一厢情愿。刚才我那样说，只是想救你。苏木心里有谁，我不在乎。等深夜他们困了，疏于防守，我们就离开。在此之前，你先跟我换身衣裳。江南希似乎明白了什么。不，要走我们一起走，你这样做太危险了。你故意让崔上公以为皇上最在意的是我，然后换上我的衣服，转移他们的注意，这样做你会没命的。我不换。那总比我们一起死的好，你先走，然后让苏木来救我，我们才都能活下去。其实皇上他是在意你的，只是他自己意识不到，你不必为我如此。我说过了，苏木如何与我无关，我在乎的是你，我是为了救你而来的。你还记得12岁那年你落水吗？有人救你上岸，让你免于出丑，还有那个荷包恰巧是可以去除蛇虫的吗？以及那年你跟将军在雪山迷路，有人暗中留了记号，往后一系列的事你都能轻而易举地度过，你当真觉得这一切都是巧合吗？江南希听完后久久未能回过神来。这些年原来都是你在暗中帮我。是我，真正的江向晚早就死了，而我是专门为了救你而来的。你若死了，我所做的一切就功亏一篑了。那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送死，你为我付出了这么多，这一次能不能换成我？傻丫头，我死了不过是回去原来的地方罢了，只要你能够顺利活下来，我就能回家。真的吗？你不要骗我。真的，我还可以在那个世界看到你跟将军以后会添多少个宝宝呢。向晚，不对，你原来的名字叫什么？我叫砒霜。同苏木问时不同，我是真心想告诉江南希我的名字。谢谢你，砒霜。好了，赶紧换衣服走人，趁前太子正在跟苏木周旋，这里人手不够，赶紧离开，不然以后可没机会了。我将藏在怀里的烟火弹给江南希，我今天特地将其藏在衣衫内里带了出来，幸好崔上公并未动我的衣裳。等会分头走，你走远后再放这个，想必将军和苏木有可能已经摆脱了前太子，正在四处找我们。那你呢？自然是等你带他们来救我。我们刚分离没多久，崔上公果然误把我当成了江南希，将大量人手都分配来抓我。身后的崔上公和其他人紧追不舍，一开始我还能拖延住他们，渐渐的我的体力也在一点点的消耗殆尽。就在这时，一抹光从眼前升起，在黑夜中开出绚烂的烟火。我知道江南希终于安全了。双儿，我倒下的那一刻感觉自己被一双有力的双臂接住，熟悉又陌生，抬眼一看竟是苏木。我极少见他落泪，他情绪一向是极稳定的，但现在我却看到那双眸中泪水如决堤般涌出。南希他没事，你放心。他没事，那你呢？我想睡了。好，我们回去睡。你再坚持坚持好不好？你走了让我怎么办？在睁开眼时，我回到了现实。恭喜你，任务圆满结束，奖金已到你的账户。念在你之前勤勤恳恳做任务，之前的积分我已经帮你申请回来了。从今天起，你光荣退休，还是个大富婆，我都羡慕了。谢谢你。跟我客气啥，知道悔悟就好。他递来一本书，名字还是那个名字，但已经从虐文变成了甜宠文。我在里面看到了将军和江南希的结局，他们又有了一个孩子，是一个女儿，取名为萧念霜。每年那天他们都会带着念霜来看我。书中提到将军和兄长联名上书让苏木废了我，没有让我葬在皇陵。南希说这才是我想要的归宿，还是他最了解我。书中的最后是关于苏木的番外，我合上了书没有继续看下去。他的一切都与我无关了，或许里面记载的是苏木另觅新欢，又或许里面是他用尽余生来缅怀我，但那些都不重要了。那个世界的一切对于我而言已经结束了，这个世界属于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，与其停留在过去，不如抬头向前。先皇后去世的第五年，寝殿外的下人经常听到皇帝的痛哭声，又惊又怕，无人敢入内询问。跟我走一趟吧。苏木不知道他是谁，但看他打扮奇特，想必应该能见到想见的人。他们这幸福的时刻当然需要纪念一下，所以我特意请你当个见证人。双儿离开你之后过得很开心，
他遇到了他的真命天子，某人不珍惜，自然有人珍惜。我想跟他说说话。你现在有什么资格跟他说话？用什么身份？是你自己亲手斩断了姻缘，我能带你来，已经是破例了。更何况双儿最不想见的就是你。他的每一个字都如利刃一般，刺入苏木的胸膛，灵魂分明是没有痛觉的，可此刻苏木却痛得无法呼吸。他知道自己罪无可恕，可就这样看着自己喜欢的人嫁给别人，无疑是打击最大。双儿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我以前认为只要得到了皇位，就能娶自己爱的人，护住想护的人，可很多事我都无能为力，比如看着江南希还是嫁给了将军，又比如看着双儿被利剑穿心，我差一点就能护住他了，只要我再快一步，可我终究还是没能救他。那日我用剑指向双儿，将他视作与前世江向晚一般奸恶，之后他的双眼里再也没有从前的光了。其实换皇后对我而言不是难事，但那日我没有答应，是因为我真心想将他留在身边，毕竟少年夫妻相守多年，我终还是动了情，可他却再也不爱我了。他不肯告诉我他的名字和真实的生辰，他觉得没必要，他告诉我会做好皇后的本分，可我却再也没对他笑过，对他所有问题都选择避而不答。直到后来我发现他才是当年救我的人时，原来我才是那个最卑鄙的人。往后的日子我用尽了办法弥补，但他对我依旧冷淡，我甚至天真的以为来日方长，终有一日他还会重新接受我。我就这样看着他在我的怀里慢慢死去，怎么叫都叫不醒，而我却无能为力。我不是天底下最有权力的人吗？为什么我救不了他？我直到那一刻才知道我根本离不开他。我找来了天底下最好的名医为他医治，可他们都说双儿体虚气弱，又失血过多，无力回天，倘若是身子底好的人可能还有一线生机，可他的身子分明是那年他为了救我下雪山被寒邪入侵导致的。我还让太医院每天开一碗避子汤，伤了他的根基，杀死双儿的人竟是我自己，就连他的遗体他们都不肯留给我。后来我看着他嫁给了别人，我的心如万箭穿心，我多么想下去阻拦这一切，将他留在我的身边，甚至我想着哪怕是一缕幽魂待在他身边，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满足。可我已经没有资格了，是我亲手将他推向了别人，我多么希望自己还有再来一世的机会。那时我会在第一次见他时就问他的名字，我会倾尽所有去爱他，但上天没有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。